越来越多人会使用手机，所以我们台铁也有开发 APP， 这台铁官方的啊、哦，正宫是这个吧、哦？是，其他都是小三了啊、哦。但我们来比赛一下好不好？你的手机有台铁的吗？我的手机有刚才那个民间做的，比一下速度，看看台铁做的好不好，看是官方的快还是民间的快。局长，我们先开了，用一样的条件来测试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同仁用码表。那局长，我们数到三一起按哦。你 OK 了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。那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我的查出来了，两秒。局长，你的出来了吗？搜寻中。搜寻中，来，等到搜寻好告诉我。来，局长，来，搜寻好告诉我。我早上七点多就测试到现在了，屡试不爽。局长，你的应该还没有跳出来，还在搜寻中。所以我说，我们正宫正式的比外面的哦，我难怪人家会五十万人次。现在出来了，我们就是你大概是慢了四五倍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再一次？不用了，30秒还够哦。